都话。你食 customer 会攞咩？来。有臭味啊！然后你讲给 customer 解释。我不懂。你不懂 ？OK， 来，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关于这个油漆的种类。那么其实大家在买这个漆的时候，除了会关心就是价钱之外，当然还有一些就是会问说这个油漆有没有味道，油起来会不会臭味。 OK， 其实很简单而已，油漆其实有 solvent base 和一个 water base， 就是水性和油性，就是我们所谓的油性的漆，就是加那个滴那水咯。那么油性的那个漆呢，闻起来的话，它是会有一些臭味的，或一些味道的。Water base 水性的漆就是加水 ，OK。那么怎么样知道 solvent base 或者是 water base？ 像铁这些铁桶的话呢，一般都是 solvent base 的，都是油性的。然后这些 plastic 桶的话，就是属于 water base， 也就是水性的。好，那么水性的漆基本上闻起来是没有什么臭味的。OK， 这样就是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关于漆 solvent base 和 water base 的分别啦，好不好？说下一次大家买漆的时候也知道哪一种是属于 solvent base， 哪一种是属于 water base。OK， 没啊，对不？其实大家每个周三晚上都可以留守我们 High Home 的直播。OK， 我也是在那边直播看来学来的，好不好 ？OK， 记得点关注。不迷路，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